I don't know. Seems that bad. Goodness.上面全部都是云吗？还是烟啊？现在这边有很浓的硫磺味。这边有个冒烟的洞，然后它冒出来的气都是热，是热的吗？ 是热的，因为这里已经很接近火山了，是吗？你摸的感觉怎么样？看，外面几乎已经看不见。你从火山下来有什么感觉？很冷。多冷？你从火山下来有什么感觉？ 很冷，很冷。那你看到那个火山有什么感想？就是很冷，很冷。火山爆发的火风景。This one nice and how much?
个牌子的那个厨房用品都超可爱，像它这个其实是像意大利面一样，但是它是翻锅子的，这个好可爱哦。这个放汤匙的，这个也很可爱。我们遇到了一个抬神轿的，欢迎圣母玛利亚。准备晚餐，今天的晚餐是鸡蛋、鸡肉、蔬菜炒面吗？瞬间变成了韩式辣炒鸡肉。我跟大家介绍，这个是杏仁蓝果实，里面有点像西瓜。切开来的时候，对，吃吃看，是像火龙果吗？像西瓜。里面有鸡哦。鸡可以吃吗？可以，可以很硬。仙人掌好吃吗？这里的仙人掌是一片一片超大片，然后上面长三颗这个果实，吃起来有点像果汁。果汁？嗯。什么口感？西瓜。